就是这个村子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它只是代表了廉价的房租，可能稍微安逸的环境，说白了，小周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吧，就是避难所，就让人会感觉特别封闭，特别保守，特别的自，就是不愿意去跟别人接触，然后呢，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要知道，宜家瑞典吧，然后我就买了一把凳子，然后叫瑞典那边的人也是买了一把同样同种款式的凳子，然后我就用Chinese功夫把它劈开，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交换，然后就粘合。我这个作品是没有给放到画册里头的，就是说我这个作品有暴力倾向。他们整个言论就在批评这个策展人的一个标题，他说你不该以死亡为主题，年轻人没有这种什么。 我感觉这都不是问题，年轻人言论一样也是生命，这都不是问题。然后他整个言讨会就是一个批评大会，他没有包容心。吃完饭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很着急的说：“我先你赶紧收拾一下你工作室，然后出去躲躲吧。”喷了那个安慰头像，然后上面下来查，你把我带去派出所，就是公共的问你这个创作的动机。 还写了保证书说，不能再，就是以后不能再从事这样的这种创作，应该要持续了两三个月吧。我的 QQ 啦，还有微博啦，手机啦，这些都是受监控的了，跟他们死磕不了了，这个又没那么大的强，那么强大的力量。 Most men think about the way to settle down, but never stop to wonder why they might be where they be. All they want's a friend. 我从那边第一幅画了开始，然后老师过来这边看，然后墙上就这边是二幅，三幅，四幅，今年是今年可能就这种。我选择这样去，就是不好不好往那 roll 这样去，就是不好不好往那 roll 这样，你就肯定会知道学校画画，然后肯定会经常缺钱，然后要去服装的去干点活。那这个厂工嘛，就是生意啊，还有乱七八糟各种。我会想尽各种方法去省钱。下班时间，我们家里的借钱，就是他们不行。你在不买，你出门吃个饭，他请你过来吃饭，请你去那个吃饭呀，当推呀。 再去按摩呀，什么一乱七八糟的。其实我坐在他车上，我就感觉头上黑啊，就是有时候回心想再回来，就是自己工作室的时候。
又很难收到回来。他这个要是真正的良性循环来说，还是用作品来支持自己的一个生活，但是现在来说都是做了立了牌坊还要做婊子，然后呢拿了艺术家的身份还能实际上还要去干一种就是那种来赚钱。这种市场还是建立在一种大众消费上，就大众可以消费，或者说有普遍的一种知识阶层他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但实际上在中国是没有的。现在有没宣化了？没有，因为这个市场因为太不好了，也没有画廊会代理这些版画，作品卖不出去。我现在你要说我称为文艺作家，我自己都没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没有一件作品卖经营过卖掉过，其实就是这边的一个画廊那一块，这个市场那一块做的不到位，只能躲在自己的空间里，对着这些作品在那儿，我感觉就是。让自己安静好，在这里哭泣，在外面累了就在这里，有时候是这样的。包括我的作品，有人说我又没有换成铜的，换成白绣光的。我说这不是作品材质的问题，作品本身就是很好的作品，只不过是没人去翻译了。我这人特别健忘，我觉得健忘的好处就是忘却很多这些困难带来的一些痛苦。艺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个体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而不是一种非常大众化的一个日常行为，这样的话不需要用艺术去这个方法去表达，因为艺术并不是说想表达一种共性的东西，它可能我自己觉得它更多是追求一种艺术在看到共性的时候表达一种个体态度的一个东西。就你一辈子吧，可能赚钱是个很重要的事，但它不是你到死之前都很想干的事，但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到死之前都非常想做好或者去持续去做的事，我想绘画就是我找的东西。